场，台南仁德清洁队旁的废弃家具堆置场在凌晨发生了大火。由于现场多为木柴还有弹簧床等物品，火势是快速的燃烧，消防车也进行漏液灌救。现场是环保局的这个废弃物的堆置场所，那燃烧面积大概500平方公尺，那燃烧的燃烧物大概大部分是这个木材类的这个废弃物，以及这个弹簧床的这个废弃物。起火现场是市府环保局的废弃家具回收暂置区，消防局在凌晨接获通报，就派遣超过20部消防车陆续赶到，全力来抢救。凌晨2:30将火势围堵住，避免往外扩散。但由于堆置区大部分都是木材类的家具等易燃物品，初期燃烧非常的迅速，火势也很猛烈。那是否是因为天气干燥所引发的火警，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